系你好，政治揭露第二节，咁啊，头先都闹得真系好好激动啊，热啊，要除衫。咁头先有一张相咧睇过嘅，咁啊要再睇啦。咁啊，占中三次三个人渣，加一大扎黄浩明啊、陈淑庄呢只女共谍啊，系嘛？我其实觉得根本整个公民党本身都共谍味重的啦，即是你无啦端端为什么二千年余若薇为什么会用民主党 班底选员，他可以无啦端端去就是不肯加入民主党拆开利咎呢？是不是一个大策略，就是九七后要将民主党派拆散去啊？共产党有利喎、喂，点解以前九七前又话团结，乜都要结合系嘛？连夹硬摆明共谍嘅人渣嘅咩鬼嘢啊？嗰个叫可以同汇点合并，即系汇点嗰啲就系共谍组织啦，系咪啊？系人都而家都知啦。点解九七前就系连共谍，连刘慧卿嗰六十席嗰个方案都？夹硬都要否决咗佢嘅会点啊！成集扑街可以加入民主党咧，系因为根本嗰阵时嘅港同民李柱铭系共谍，司徒华系共谍，咁共谍要包容共谍，但共谍扮反共，呃选票，呃光环，成集系贼嘅啊！咁跟住，其实刘慧卿都系共谍啦。又话刘慧卿勾过李柱铭上床，咁呢啲咪共产党美人计咯？唔好话识讲英文唔系共鸡先得噶，妖！咁跟住话吊带裙啊，扑街！唉，咁你讲真，李柱铭你使乜呃佢上床，佢会做共谍咧？根本呢啲人根本就系亲共啦！你去美英国、美国呃江华。但香港始终都是被共产党收的啦。你李柱铭去英国去英国美国在这里闹香港，仍然真是屌你真是呃江环建立关系啫。到你将来李柱铭你要捧其他共谍的时候，你咪用呢啲关系去捧咯。所以你而家咪去捧啊梁天琦、黄台阳咯。咁你调返转啦，你余若薇系好人咩？成扎都系扑街嚟㗎。啊、你无端端你反廿三条做过啲乜呢？系可五十万市，我度贬值五十万咧，其实差唔多一百万，即系数以差唔多近一百万嘅香港市民喺零三年出嚟行，你余若薇出声反下，你哋做过啲咩嘢真真正正有嗰个力量反到廿三条咧？系香港市民嘅集体意愿产生出嚟去反，呢、这个就系事实。你哋依班共谍，依扎律师大状，喂，你估你哋真系大状系好人咩？边个有钱会请大状啊？唔系共产党吧？有钱佬咩？唔系地产商咩？点解你高贵啲，你就系咩人权啊、好人啊咁样咩？而家你哋就嚟穿啦，穿晒啦，帮双飞打官司。李志喜做嘅咩一地两检？你陈淑庄通过，余若薇通过，梁家杰通过，嗱冇得拗噶，嗱睇睇啊，睇多次啊，冇所谓啊。头先讲完系真系你三个通过噶嘛，咪三个都系共谍啦，啊？咁2010年点解曾荫权要同你余若薇？对决式辩论，捧你搞到你好似个民间特首啊，影子特首咁啊，又系捧共谍。2012年系嘛，稳够唔做，你又无端端，你明明系港岛嘅，走去新西排第二啊，夹硬送几万票，益民建联赢三席。喂，你公民党唔系好嘢嘅，你呃光环呃 Q 咗好耐。而家你班扑街系嘛？
捆綁式銷售，民主黨、公民黨、佔中三子一齊撐死人渣呢個張秀賢，但係呢個撲街係捧唔起嘅，因為太差、太垃圾、太爛，搞單咧咩刀片喎，屌你，真係不知所謂，預習喎，整傷隻手喎，最後冇穿冇爛喎。你學下鐵頭河啊，打到變豬頭啊嘛，當年係嘛？即係整塊刀片，九唔乸搭八，點解要整刀片俾你個九唔乸八嘅白痴啊？即係呢啲嘢又係老蕭嘅橋段，阿譚德志試過好多次啦，又俾阿星打，又話喺太古城呢個咩？人夫追到上康而顶，狗唔乸搭八，嗱，殷新港都玩过一两次，阿萧又玩一两次，又话架车俾人撞，无头公案，喂，全部自导自演啦、啊，即系我去提，即系我摆咗上个礼早嗰几日，我系知呢单嘢，但我都冇心机讲，但系而家唉顺便啊清咗佢。即是你见到这些你是没有票房的嘛，即是没有就没有嘛。其实如果大家来说，我希望大家尽量出来投票，投票给范国威、啊、无论怎么都好、啊、范国威是、又是都是随着打郑若骅，不要紧由他，但起码范国威没有，不会好像即是好像你张秀贤、啊、郭永健这些白痴话要让位俾阿刘永康，刘永康原来得到呢个梁振英支持，咁你两个就要让位，你好自杀啦！啊，起码范国威大大声声讲啊，话喂青年新政唔系泛民，啊呢、這个就系见到系咁啦。喂，咁我其实讲真，高标准啲，泛民。接受了啊，黄之锋啊，罗冠聪呢啲系自己有讲到个位系唔可以初选嘅话，咁其实你要同呢啲咁嘅人渣自决派白票党一齐去选初选嘅时候，系你应该唔选嘅。不过啊，你范国威未必咁好勇气，我算啦啊。但系你系喺所度初选嚟讲啊，你系算系 lesser evil。不过另一单嘢咧，真系需要去。讨论的、啊、即不是喎、哦、还有一样嘢要讲喎、哦、张秀贤。这个林荣基的冚家铲、哦、竟然呢、走去呢去撑、啊、张秀贤说他可以解社会问题。啊张秀贤可以解决社会问题。你林荣基你当香港市民白痴啊。啊你光光家做嘢嘅啫，唱臭习近平啫，啊！你哋内斗嘅牺牲品嚟啫，你以为你自己乜嘢都系社会嘅指标啊？啊！张秀贤呢、這个同李思烟影相嘅死政棍，共产党共谍，啊！你话佢可以解决社会问题，解决咩问题啊？解决张秀贤黑食呢个社会问题啊！啊，等佢斗十皮嘢，可以唔使黑食啊！等个废青多啲嘢做，共谍可以进入社会系嘛？啊，少个垃圾废柴啊！屌，咁啊，但系佢做咗入咗议会都系垃圾废柴咧，真系，即系有阵时，即系香港人要清醒啊！李波事件。那些所謂受害者，他們的光環是應該要碎裂的，因為他們在這裡做的事是代表了他們都是共產黨，不過共產黨內鬥之下，他幫其中一邊在狗噏做 job， 即是張秀賢這些卑鄙的人，又自編自導被人打，又說傳真攝影去跑咁做戏咯，就咁简单咯。
甚至想起林子健事件、啊、民主党有关，民主党不是无辜的，现在看抵拉死的成寨有份合谋添啊！而家睇林子健事件，即系林子健代表咗成个民主党，只系一个巨型嘅张秀贤，系咪一样咁贱格，玩苦肉计，自编自导，即系你成个泛民啊，就系咁烂，包括埋民主党，包括埋公民党啊，双非政党嚟嘅公民党啊，冇公民党，冇双非。学阿教主话斋，当年点可能是撑梁天琦话，喂，公民党系支持改议事规则噶嘛，俾嗰啲委员会嗰啲港人走噶嘛，啊，佢真系去支持噶嘛，咩可能是，其实根本就系建制。不过12年之前个政治环境咧，就系、是、公民党呢扎人咧就要扮温和嘅。而家佢哋金主肥佬黎咧，就要全力反习近平，啊，反地方势力啊，廖辉嘅势力之后，佢开始全部整个泛民，肥佬黎控制嘅泛民，全部变晒港独自决，逼你香港人唔妥共产党就要港独，就要自决。呢个系我哋真系心痛恶绝嘅，我唔会。支持即系建制嘅，因为建制系香港今日嘅恶果嘅其中一个，真系要承担责任嘅人，因为佢企喺政府嗰边啊嘛。嗱，啲某啲人屈我啦，又话我撑陈家沛，我冇讲过噶，我仍然叫大家支持任亮宪啊，任亮宪行错策略，策略都好，我系叫紧大家支持噶，唔好屈我啊！啲捞唔起嘅黑社会，有只虎嗰个啊，话你阿强阿远啊，你坐嗰架红色车啊，大陆富豪嘅红色车，你都唔解释啦，妖！跟住咧，其实我真系要讲一讲咧另一单嘢。啊，陶君衡咧，佢上个礼拜就出咗成堆相啦，就任亮宪同佢哋一齐烧嘢食啦。陶君衡话：马草礼是面皮厚的机会主义者。佢话陶说花生台并不是撑马草礼，只是佢走去抽水，马草礼就抽你水。跟住咧，仲要质疑咧，同台主持即系 Raymond Lai 啦，话马草礼系蓝丝系有问题嘅，系错误嘅逻辑错误。因为咧，马草咧应该系收钱做 project 嘅，咁样话啦。即系我觉得，我老老实实嗰句，阿强阿远话我叻唔切，我冇改变叫大家支持马草礼嘅立场嘅。但我支持嘅人系做嘢策略错误，我冇办法噶嘛，系咪啊？嗱，即系可以睇翻上个礼拜啲图噶，喂。嗱，啲花生台呢啲人，呢啲唔重要啦。呢个咩乜鬼嘢？死猪如云图啦，迫害啊期权行者嗰个主持啦。咁啊，个个都好似都冇嘢啊，系嘛？我睇第二张，呢张系大合照，全部笑到十熟口头，周身喺度，系嘛？陶君衡咁近喺马草拉隔篱，你话人哋抽你水，咁啊企到人哋隔篱。是不是啊？全部笑啊，周身笑，任亮宪笑 ，Raymond Lai 笑，对住个镜头，个个知个镜头喺度。你话人哋抽你水，定你抽人哋水啊？是不是啊？所以是任亮宪蚀咗底，但俾你陶君衡呢啲死无赖，你啲咩叫鸡狗贼？喂，你找个下属下人水。去收集嫖妓资料，我点知道阿水啲资料系咪俾你个扑街叫鸡啊？任亮宪同你影相啊，影衰自己啊！你啊要去新花都叫鸡，任亮宪啊啲女送上门，系咪个比较差老远啊？任亮宪咧唔使去叫，啲女自己上，系咪啊？你陶君衡惊老婆？自己偷偷去叫雞
就是这样了，就是我的看法了，谁蚀底。但是任亮宪他做错策略，但我仍然没有评错他，是因为你讲真，周庭、陈家沛加任亮宪，咁梗係任亮宪係 lesser evil 啦，起码讲得托得，起码实际，起码唔係支持自决，起码同政府搞到香港而家楼市咁高，民不聊生嘅责任无关。喂，我哋投票冇得揀啊嘛，如果得周庭加陈家沛，我叫大家唔好投，好简单。有任亮宪，咁佢 lesser evil， 佢策略错，佢乜人都黐。但今次黐错咗啦，因为今次黐呢班系贼嚟嘅，系一班叫鸡嘅贱种。啊，而家佢班咁低贱嘅人，话任亮宪抽佢水喎，你有乜濑嘢资格啊，陶君衡？你要生花刀啊，噶贱种！跟住呢，食完呢个宵夜食啦，李永达呢个矮侏儒。繼續搞馬草禮、任亮宪，當然啦，鄭若驊繼續搞啦，係嘛？任亮宪，你以為是 so nice 或者 so 一個平易近人，人哋唔領你情噶嘛？阿強阿遠話我叻唔切，我冇變立場嘅。任亮宪做錯，但係小錯，佢不嬲都咩人都同人影相，不過今次。同一寨寨好低賤嘅人，你對佢哋好，佢哋仍然都會害你嘅，恩將仇報，甚至係冇立場。你話人哋係收錢做 job 啦，你陶君衡做乜歡迎佢去宵夜食咧？咁點解唔屌走佢咧？係咪啊？我何志剛啊，唔係乜嘢人都走落去我隔離嘅。就算我一五年活躍啲喺個社運度，有啲我唔中意嘅人，你走過嚟，我屌鳩走佢噶。有人去我的網聚度啊，喺我網聚度講啊，要戀同。我後尾即係落到喺個街度，佢仲過想黐過嚟嘅時候，我兜下兜面屌鳩佢。我都係咁嘅，我不嬲恩怨分明嘅。啊，有啲垃圾，即係佢唔應該黐過嚟嘅，我就踢佢走噶啦。就係咁。咁你既然話任亮宪收錢做 job 啊嘛？做 project 啦嘛，咁你唔即场赶佢走，你仲俾人哋黐到个埋，个个又黐埋佢。任亮宪可能戇鳩鳩啦，唔知道你闹过佢啦，闹过自己啦。咁你扮扑街知啊嘛，闹过人。咁点解啊？喂，咁人哋系人渣嘛，共产党啊嘛。咁你啲网友咁点啊？网友就咪以为你撑佢咯，觉得你反口覆舌咯。你个台就系反口覆舌嘅台，恩将仇报嘅台，系嘛？喂，好搞笑啊！有个咩白痴叫做咩？Vicky 五啊，即系无端端由花生台嗰度就跟住我过嚟，即系我离开花生台啊嘛，一年前跟住我，咁跟住就日日都乱闹人，我都处理唔到咁多。跟住突然间阿强阿远嗰度突然间反面喎，去翻帮花生台，好好笑啊！最近又系用完即气踢佢走。咁其实花生台就系一个好中意啊，即系一系用啲好烂好贱嘅人用完即气啦。我何志刚闹黄宗敏咧，就唔系烂唔系贱，但系咧都系用即气，何况阿水。何況呢個 Vicky 五咧？啊，你話我即係直情都黐乸線嘅，話花生台係 CK 2.0 低 Q 能，有咩資格？花生台同我沾上邊啊？我唔知道你花生台，喂，即係我入世未深，唔知道你花生台咁惡劣啊！同你合作過一次，後屘先發覺原來係咁卑鄙無恥啊！咁我咪頭也不顧就走啦。咁但系你呢啲即系呢啲人，你俾人用完即气，佢闹做实，哇好笑啊！真系 Vicky， 我唔知道早少少仲听到佢录音帮周深闹阿水，
喂，即係人哋真係用完即棄，咁呢啲咪叫卑鄙無恥咯？任力軒都係噶，幫完佢五萬秒鬧黃毓民，做起個朵啦，又用完即棄。咁如果任力軒而家收錢做作，會唔會上次打黃毓民都係收錢做作？你哋花生台收錢啊，同任力軒夾埋啊，惡用翻你把口話翻你啊！你話任力軒而可以收錢做 job 啊嘛？咁任力軒咪同何志剛一齊咯？何志剛而家申報就冇收過一蚊一毫。咁但係你哋冇揞錢出嚟選喎、啊，你啲錢短嚟啊？咪共產黨到嚟啊？係嘛？係咪分咗啲俾咩啊？任力軒啦、啊。如果按你個把口嘅感覺，我話俾你聽啦，任力軒可五萬秒就冇收錢，純係撲出嚟插黃毓民啫，同我一樣。但你而家係亂話人收錢啊嘛，冚家祥。